这个礼拜属猪的就是好财运，不要忘了哦。属羊的桃花犯得很重，锁定我的直播，明天同个时间好不好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直播到这里为止。明天记得锁定、按赞、分享以及按小铃铛哦。哦，饿爆了，去弄点好吃的回馈自己吧。嗯，好东西。煮面的时候呢，水里面加一点盐巴，会让面煮得更 Q。只要六分钟就搞定一切。热腾腾的好香哦，这碗给自己，这碗拜拜祈福求好运。哦，这个面不但是素食，而且里面还有健康的蔬菜包。第一口你会为了饿去吃它，第二口你会为了它的美味停不住，这就是这碗拌面给我的感受。肚子饿的时候来一碗真的很棒。大师拌面，黎明。